头一句话我就感谢我的主耶稣，给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帮助人家，我就帮。我以前是做 NTUC 那个度假屋的，好像71还是72岁，我就没做了，我就 有问那个神牛那边咯，我说我来做义工好吗？他说好，这样我就做了。我们做义工不一定啦，不一定要做什么，看到什么重要的我也是要做，好像厨房没有人我就帮厨房啊，那个老人家 要去厕所啦，要喝水的就给他，帮助是没有什么帮助啦，最多是拖拖他去厕所啦，跟他喂喂饭啦，这样子有些不可以吃饭跟他喂的，大多数是自己吃的啦。习惯了嘛，十几年来习惯了嘛，好像自己的家庭一样，好像家人一样，不要紧。我在家里也是闲着没有空做的，我去做做下去了，做到自己不能的不能了。我自己想法是这样，一个人没有事做，可以出来做义工就最好了。可以帮助人，你可以自己有一点寄托，好过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样走来走去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叫别的人好像上了年纪了没有工作去做义工最好好过赌博啦、打麻将啦每天谢谢你。